根据不同学校内的特色儿童游戏场主题，一本本充满创意的绘本在师生的编织下出版喽。校园及乐园的一个学习场域，那希望这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我们希望所有基隆的学校，每一所学校都是学生的梦想的乐园。结合校本课程、游戏场与阅读教育，师生共创，像是斗南国校的畅游亚特兰提斯，已经有海洋城市特色发想，学生创作出海洋冒险精神的故事，老师则用电脑绘图画下孩子们开心的时刻。常常在下课的时间，我们看到小朋友们就很开心的在游乐场玩耍，我就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，希望跟这本绘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是我心得最大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它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符合我们学校的创意，让大家有天马行空的感觉。另外还有成功国小的成功协奏曲，将校本情节融入音乐元素。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特色，比如说彩虹操场，还有我们一些乐器的那个儿童游乐设施啊，把它表现出来。画这个就很荣幸吧，因为很酷的体验，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画绘本，然后也增加了很多丰富的经验。游戏场培养孩子航向未来的玩乐力量，而游戏场绘本就是开启孩子的创作能量。这融入学校进行跨领域的阅读课程，将陪孩子一起共读对话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